早留一言的吼，讲这四鸟飞袂过拢因的啊。大安溪以南，来甲罗水溪以北，这个土地，你来看，产两万百家。官宅宫保地，请问总经理，这跟宫保鸡丁有没有什么关系？宫保地就是皇宫赐的太子少保的宅地。那宫保鸡丁当时就是有一个太子太保，他很喜欢煮菜，所以有了一个宫保鸡丁。文朝之政立，武德在其中，大鼎明昭著，元长继伟雍。没错，这个就是当时林文察去帮皇帝同治皇帝。太平天国有功，同治皇帝赐的名序，等于像人家家谱一样，就每一代每一代都要有这些字，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。对，所以林文察，他的儿子就是林朝栋，抗法英雄。然后林之坑就是帮国父去打军事，打军阀的。火神枪，看，这大机，这个跟他德国同款的是火神枪啊，古代的狙击枪。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好，左边，左边，我左边，左边，打，右边，打，古早时烧钱够忝的。以前南教授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会说。曾经发生许多对台湾影响、后代影响深远的故事，都在演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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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在演